今天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款革命性的全新体式显微镜 Super X。 此款显微镜搭配了全新的 PL 可调目镜以及世界级的格雷诺光学系统带来的成像原理。下面请随着我解说来深入了解这款显微镜的具体有怎样的魅力。首先自上而下要给大家介绍的自然是创新的型号 PL10×22 的可调目镜。 PL 表示的是平面市场色差校正镜头，这是一种高品质的光学镜头，它的特点是在整个市场范围内保持图像清晰度和焦距的一致性。这意味着从镜头的中心到边缘，你看到的图像即便极小，而色差校正则是为了减少不同波长光线经过镜头时产生的色差，以使观察到的图像色彩更加准确和自然，同时能给客户带来更好的观感，以及减少使用途中所产生的疲劳。然而我们标配搭载了1/2 CTV 的相机转接头，通过我们选配合适的工业相机，从而实现更大屏幕成像可视范围以及更清晰的图像效果。 Super X 相较于传统常规的体式显微镜产品，以及我们采纳更多用户的意见，从而做出了调焦首轮的升级。通过精准的定格定背功能， Super X 显微镜将常用的11种倍率大小直接标注在显微镜上，让你在观察物体时能够快速准确地选择合适的倍率，避免了因倍率计算而出现的困扰。与此同时，我们采用了115毫米的工作距离，不仅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，使您可以更自由地移动样本调整焦距，而且更容易对焦，其实长时间操作也不会感到疲劳。而且我们选用了标配维修了 LS3 环形灯作为 Super X 的照明光源，性能提升了更多。我们同样选用了320毫米×260毫米标准的 B11 合金材质大底座，更大的工作平面，满足使用者更大的工作区域需求。以上介绍了维修了对于 Super X 创新的变化，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便是 Super X 的核心产品优势。本产品的格雷诺光学系统是一种基于光的相位全反射成像技术，在体式显微镜中采用了倾斜照明技术，使得光线以一个接近临界角的角度通过物镜并进入，这些散射吸收的光经过物镜和目镜的透镜系统，最终被观察者的眼睛或探测器接收并形成图像，通过调整入射角度、聚焦并收集散射光等操作，改变可见光和分辨率。体式显微镜全反射原理利用光的全反射特性，通过控制光线的入射角度和收集散射光来获取高分辨率的图像。格雷诺光学系统在显微镜行业中具有高分辨率、抗色散、干涉对比增强、光学调制功能和紧凑设计等优势，为显微镜的观察和分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，并提示了显微镜的性能和功能。该光学系统在莱卡2084的多光子显微镜等产品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 Super X 全身的材质及用料均通过国际若斯认证标准，这意味着我们对地球环境和客户安全质量负责。我们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高品质的显微镜产品，同时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。通过以上介绍，我相信您已经对 Super X 有了深入的了解。这款显微镜不仅功能强大、使用方便，而且环保安全。我们相信 Super X 显微镜一定能为您的工作带来全新的体验。